Hello 各位，又翻到嚟开卡包。咁今日开嘅卡包咧就系呢一个嘅数码暴龙 BT 零六。咁 BT 零六入边咧有一张卡咧，我非常想要啦。咁我自己冇玩数码暴龙嘅，我所有卡 game 都冇玩嘅，因为我系唔太中意面对面玩嗰啲 game 嘅，斋收藏嘅。咁呢一个嘅卡包入面咧，最多人收藏嘅一定系奥米加兽，系啦，奥米加兽嗰张嘅二头白色嘅奥米加兽，应该系好多人都会想要嘅。咁我睇下有冇機會抽到啦。咁我呢一個嘅卡包都揾咗一段時間，因為喺香港其實要揾卡咧，我覺得有啲難，因為我唔知道啲卡喺邊度有啊。咁就係將佢咁樣打開啦。然之後咧呢一度咧，佢會有一個嘅特典包呢兩個嘅。咁呢兩個咧我就擺喺度啦，唔開啦，呢兩個擺喺度啦。不過講明先咧，就係咧，其實咧我對數碼暴龍都唔係好熟嘅啫。我嘅認知只係去到大概係第一代到啦，三代到啦，系啦，咁之后嗰啲咧我就冇睇，咁所以我都唔清楚啦。好啦，咁啊嚟啦，呢度应该冇咩特别啦，呢啲系普通卡嚟嘅，系啦，我见啦，后面有张闪嘅，啊呢一张系我唔识嘅嘢，我唔识嘅嘢啊 ，OK， 咁呢张就应该系广告卡，咁其他啲冇特别啦，啊好多都我唔识嘅其实。咁大家就睇下你有冇啲咩啦。呢一个日文名叫做帝纳迪拉迪拉斯王，呢个系叫帝纳斯兽嘅呢只。我谂呢只咧就叫做杜纳斯兽啦，就系咁佢有张二画嘅，咁呢张就普通啲嘅。OK 嚟啦，咁啊后面冇咩特别啦。OK。咁呢一张咧系一张普通嘅修女兽啦，系啦。咁如果系开到二画嘅话咧，应该就贵嘅，系啦。咁但系呢张只系普通卡嚟嘅啫。OK， 好，我自己咧第一次开呢一个嘅数码暴龙啦，所以咧我最连佢基本嘅一包里面，即系盒里面有几多卡，有几多贵嘢我都唔知嘅。OK， 我见到有只十波嚟咧。O K， 呢只我都系唔识嘅东西啦，咁但系见到条边闪嘅，应该都系好嘢嚟嘅。O K， 嚟啦，普通嘢啦，其实真系好多唔识。哇，呢个系咪嗰只唔识？好似食梦兽咁格。后面呢张系应该我冇乜点见过呢张，呢张唔识。我呢个系咪豆豆兽？呢、這个都唔识。呢、這个。呢、這个好似普通卡嚟嘅，系啊，呢张普通卡嚟嘅，但我记得佢有张好似二画嘅，呢张系贵嘅。好，咁经过呢个睇记录之后咧，咁啊发现咧呢卡咧其实咧都，如果佢系二画嘅话咧，应该系贵嘅，啊，应该都系稀有嘅。咁但系如果佢普通卡咧，应该就唔太稀有嘅。O.K. 后面呢个系奥加兽系嘛？我唔记得呢只叫咩啦吓，但系呢只系初代见过嘅，系啦。呢张系咪普通噶？呢张应该普通啩？啊，呢张普通嘅，可以睇到嘅，张卡可以有写咩稀有度嘅。啊，呢张 R 卡啦，呢张系唔识。后面嗰张 ，OK， 勇气阿古兽勇气之伴嘅一张 SR 卡，啊，咁呢张就应该系呢度入面贵少少嘅一张啦 ，OK。不过其实佢有啲 R 卡咧，其实都几靓，我觉得呢张几靓嘅，啊，呢张几靓，呢张应该系叫做修女兽，好似系叫呢个名系嘛？哦，再嚟三包。后面嗰张好普通啊，我卡铁拳制裁，呢、這个有呢、這个咪二画啊？呢张好似系呢个嘅二画喎，哇，好靓喎呢张，果然二画系唔同啲，真系靓好多啊，二画真系靓好多 ，OK。哇，佢有纹添喎，摸上手。啊，呢两张应该就系一张系 SR， 一张就系二画啦。OK， 啊，超靓喎呢张，好靓。好啦，咪睇埋另外一啲。
OK， 后面嗰张 ，OK， 再后面嗰张，再后面嗰张 ，OK， 呢张嘅 R 嘅唔知咩卡吓，都几靓嘅吓，佢条边系好闪，佢条边好闪啊，佢有啲叫咩爆配，系咪真系代表原本应该系得一张，但系佢出咗两张嘅意思？唔清楚啊。好啦，我已经见到呢度有啲嘢啦，系啦，不过。我哋见咗少少条边啦，但系唔知道真定假，即系唔知系咩嚟嘅，啊冇好仔细咁睇啊！诶，呢张 R 卡嚟嘅，好闪一张卡，我哋摆埋一边。呢啲就普通卡啦。我呢张其实都应该望落都唔系话好值钱嘅，咁但系咧佢咧其实你见到佢虽然个边咧系一个普通边啦，但系我见到佢其实都几靓嘅。如果佢有延伸出去个画面嘅话。好，后面嗰张 OK 普通 R 卡啦，呢张少见啊，未见过啊，呢啲卡都系嚟嘅。好啦，咁呢张都系普通嘅啦，后面呢张 OK SR 嘅豆豆啊，话呢只系咪豆豆兽啊？非常之靓啦呢只兽。好啦，头先因为咧嗰个嘅相机咧冇电啦，所以咧就只系得翻呢一个嘅影卡包啦，但系都冇办法啦，咁我哋照快手咁插埋佢啦。OK， 嚟普通卡啦，呢啲系后面嗰张，我见到啦，普通 R 啦，应该系嘛，系啦，普通 R 嘅八神太一 R， 个边框系闪的。跟住后面好有张嘅，呢啲应该系一啲属于道具卡啊，定唔知技能卡啦呢、這个。诶、欸，呢张其实呢张佢都系属于普，应该系咪属于普通卡嚟？应该普通卡啦，但系佢直头就好似整个全图咁样喎。买张 R 卡啦。好，后面仲有冇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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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仲有冇 ？OK， 呢张系。R 卡人物卡啦，嚇嗰條邊好閃，啊見到條邊好閃啊！最後六包，好嚟豆豆啊！呢個係孫悟空係嘛 ？OK， 後面有張銀色嘅，我見到後面嗰張係 OK， 都係人物卡啦。呢張 R 嘅兩個男角 ，OK， 後面好再後面。诶、欸，呢、這个系又系 R 卡，又系 R 卡，呢个系边个嚟噶？我冇乜印象嘅呢、這个，冇乜印象啊呢、這个，唔识。好，后面仲冇张卡，后面系 OK， 又系人物卡石田大和，咁多人物卡嘅，点解咁多人物卡系 R？ 睇下冇啲好东西啊后面啊 ，OK 嚟啦。后面嗰张系普通卡，跟后面嗰张都系普通卡。后面嗰张 OK 人物卡 R。好，后面仲有冇啊？不如我哋拉拉睇下后面有冇。啊，后面好似有，后面好似有，好似有啊！诶、欸，呢张唔系呢张，后面嗰张，后面呢张呢张好似系叫做系咪叫杰斯兽啊？系啦，都靓嘅呢张吓，都靓嘅。好，咁 SR 卡咧，应该就有呢五张啦。咁当中入面呢度开到最贵嘅，应该系呢张啦，因为呢张系二画嚟嘅。咁其余嗰啲都系普通 SR 啦。啊，呢四张都系普通 SR， 咁呢张就系二画嚟嘅。咁就系呢一张嘅二画图啦。好啦，咁另外嗰啲 R 卡咧，其实我都几中意嘅。啊，总之佢系闪咧，我都会收埋嘅吓，就系呢度啦。呢度好多咧都系佢有个闪灵灵喺度嘅，咁中间有冇啲 SR 喺度？应该冇嘅，应该我分开晒嘅。呢啲就 R 啦。系啦，好咁以上咧就系呢个数码暴龙 BT06 嘅开卡包嘅影片啦。咁啊睇下几时会再开下一包嘅卡包啦。咁啊大家记得俾 like 啦，因为咧呢片咧成本极高。好啦，咁啊下次再见，拜拜。